哎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又白跑一趟，对咱没态度，是哪？说到底，还不嫌我们律所小。麻雀还小呢，那五脏也是全的呀。咱们差哪了？你说说啊？你问我呢？这还是我们律所吗？我知道他很能干，但没想到这么能干。幸福，哎呦，姑奶奶，太危险了！你别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别着急啊，我这很快就好了。哎呦，可以呀！你这么沉，怎么放下来的？呀，慢点，慢点。这我都不知道该干嘛了。明天才算正式上班，那你今天算什么？白干了吗？我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小心眼呢？哪有这么算账的？你不算账，我就不相信人家也不算账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人家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1500。才1500啊？咋给你那么少工资呢？我看他们就是看你现在难，故意压你价。你不是能吗？你没跟他们好好谈谈价钱？人家律所刚开张，还没挣着啥钱呢。那关律师给我一份工作，那已经是照顾我了，哪还好意思跟人家谈工资？行行行，那好赖也算是有份工作干了，所以找工作还是得有熟人。庆志也真是的，这工作的事儿怎么还没个着落呢？你没弟弟你就活不了了。别在这屋里抽烟，要抽出去抽。好好好，我不抽，我不抽，我不抽。喂，星月，我正想着忙忙给你打电话呢。姐，你不在早教中心干了？啊，不干了。怎么了呢？你知道今天有多碰巧吗？你猜我碰着谁了？关涛，关律师。他新开的律所就离那早教中心不远。什么？你见着关涛了？啊，我还决定去他那上班呢。这么巧吗？哎，我正包馅饼呢。你来家里吃饭吧，我再多做俩菜，你过来吧。那个，算了吧，你那儿太远了，下次吧。你快做饭啊，姐，拜拜。喂，师兄。师兄，你这儿还挺难找的，转好几圈才找着。咖啡和茶就免了啊。在法院附近找客户方便，小律所嘛不容易，跟你们易道没法比。来坐。看来事业发展的不错啊。还行吧，反正现在是职业律师了，也能接到一些案子，比之前肯定是好多了。凭你的能力呢，这是应该的事儿。只不过有些事情啊，我觉得还是不能太着急。这个圈子呀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有很多事情呢，没办法做到别人不知道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在外面呢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说易道啊，
有一个刚转正的律师，做事情很努力，而且胆子很大。说的是瑞兽酒业的事儿吧？举报人当庭翻供，这是不是很奇葩呀？自己站出来打自己的脸，这种事情我也就是在电影里看过。我没有违法，这件事情上一切的程序都有据可依的。肯定，我相信老韩呢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。但是呢，在法律之外还有情理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太不符合常识和规矩了？否则的话，圈里也不会传得这么厉害。你为什么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我？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是，过去你一直帮我，我很感激你，真的。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立了，为什么你又要换一种方式，在我面前来显示你的优越感呢？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误会所在。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，可能我们走的就不是一条路。没错，我承认，我现在还像过去一样比较关注你。作为朋友呢，我还想最后再劝你两句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老韩这个人做事方法我不认同，我相信在你心里也看到了，像他那样的人确实在现实中还挺吃得开，做事情不择手段，唯利是图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可的。因为手段的卑鄙证明着目的的卑鄙。如果你还有良知还有底线去做这样的交换，代价是巨大的。星月，你现在不比当初刚刚大学毕业进城那么困难了。人吃饱了，总归还是要有所选择的吧。你从一道出来开这么一个小律所，真的不后悔？说实话还真没有，可能是还有口饭吃了。而且你还给了我姐口饭吃。还真不是，她有她的价值，我还觉得我给她的工资低了呢。真的假的？信不信由你啊。我要是今天刚刚认识你呢，我肯定不相信。可惜啊，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来，你们尝尝，也不知道这次的馅调的咸不咸。嫂子，你做的馅饼我最爱吃了。秦哲，工作的事儿你帮我问了吧？还没有消息呢。哥，你别急啊，现在城里工作不好找。你老丈人也不帮忙啊？我跟他提了一嘴，他没回我。我现在跟亚妮不还没结婚吗？你要是我跟他提，他不接茬，我一直问也不合适。先吃饭吧。啊，起来，你要不然明天去转转，后街有个老所。
你去看看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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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幸福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是？这地上老有东西擦不干净，我就泡一泡。你小心一点啊！回头客户要在这摔倒了，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啊？怎么会？那是他们自己摔倒的，为什么要我们负法律责任？这是我们的地盘，客户到我们这儿来谈工作，我们有保障人家安全的法律义务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就弄好。反正现在也没有几个客户。哎呦，哇，幸福，你怎么又扫除啊？不是刚扫除完吗？你干点别的，啊？我还能干什么事儿啊？你看这饮水机是不是该换水了？那个，给大家订饭，多选几个餐厅换换口味。哦。然后等你熟了，也可以送点资料，法院就在旁边，离得很近，哦、你都可以做啊。哎，你跟我说，我记下来，还能干啥？你跟我说。这个。换水。换水，订饭啊，订饭，送资料，还有啥？啊，法院就在旁边。行，那我要是干完这些活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当前台了？哎，幸福，那块地也有点脏，你去擦。不脏，我都擦好了，就这两块是脏的，别地儿都不脏。哥，哥，兴志，下班了。啊，哥，你这么早回来了？你先歇着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都已经做好了。哥，你那个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没有，我本来说去找个什么体力活干嘛，什么搬家、砌墙、挖沟啥的都成，他们都说没有。哎，其实我发现啊。干这种活的都是从那什么江苏、河北过来的，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，老乡帮老乡，根本都轮不上嘛。哥，这事也别急，咱慢慢找呗。嗯。哎，清哲，你不是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给你那个老丈人提过一嘴吗？是啊。是不是咱们礼没送到呀？现在做啥事不讲究送礼吗？哎呀，哥。亚尼他爸不收礼，就算收的话，他也不能收咱们的礼啊！我回来了。哎，嫂子。以前关涛帮咱们打官司，爸妈说他们就是动动嘴皮子就要钱，就跟抢钱似的。我当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面觉得。他们赚钱也太容易了，但是现在跟他们一块干活了，我才知道，他们这活真太难干了，得需要专业知识。就说今天律所来的那个，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啊。咋了？这有啥不容易的呀？你比这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辈还不容易吗？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清志还在办公室坐着呢，他挣钱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青来，青来，我先去上班去了。上次介绍的那个房子，你再去看看，再磨磨价。要是能便宜点，咱就赶紧租了。还没找着工作，你着什么急租房呀？指着你那点钱，不坐吃山空了？那要不，再去别的劳务介绍所去看看？哎呦，没用的，你没有这个关系，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。你想想。哎，就连你那份工作，还不是因为有关涛的关系才得到的。幸福，要不咱俩请那个雅妮爸妈吃个饭？为啥呀？建立关系啊。你
你这会让庆志很为难的，你就别再提了，自己找工作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老板啊，这个红双喜，这个右边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。你要什么？一盒中南海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嗯，这个左边这个呢？这个50。50？嗯。哎，我拿一条多少钱啊？一条啊，500。500？啊，拿一条还500？对啊，都这个价。哎，老板，嗯，老板，那个白色那瓶啊，上面是红盖子，那个多少钱？就这边这个是吧？哎，右边，白的那个，这个700。700，那么贵啊？你是干什么用的呀？你管我干什么用的？你这样。这烟呢，500块钱一条，现在2条，我卖您800，怎么样？2条800？对。你这烟跟那个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呀，你放心，我店里卖的东西保真，要是假的呢，你随时回来找我，好吧？学历低呢，他们这初创阶段还要加班儿，这律所还小，我反正不考虑了，走吧。郭律师，这是你的。啊，谢谢。你的张律师，嗯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哎，刚才那俩肯定不行啊，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招聘启事多发几个地方啊？现在的大学生心气都高，就咱们那点钱啊，真够呛。钱，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我现在好像生病了，一提到钱的事儿啊，我就头晕。哎呦，不过还好有幸福。至少前台的事情还能分担一点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干了些前台的活儿。这么说你是想涨工资了？哎呦，不行，我一提到钱的时候我就头晕。哎呀呀呀！不是，我这不是，我都能干的我都干了，你还找啥前台呀？这不是还能少花一份钱吗？幸福同志，术业有专攻。咱能不能不老想着前台的事儿啊？哦，再见。哦，你好，同志，你找谁呀？我找许处长。那麻烦到这边登记一下吧。哎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找那个许处长。你找哪个许处长啊？许处长就许处长，还有哪个许处长吗？我们这里的许处长多了，你找哪个部门的许处长啊？你等我一下啊！哎，哥，我问你件事啊，
啊，你说哥，你老丈人是哪个处的处长啊？组织部的。组织部是干什么的呀？组织部就是负责管理选拔干部的部门。哥，你们这个干嘛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想起来随便问问。那个，我正在找工作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挂了啊。组织部的许处长，你是许处长什么人啊？侄子。喂，你好，许处长吗？我是大门传达室。门口有您的侄子来找您。我侄子？我哪个侄子呀？许处长说你是他哪个侄子？来来来，你给我，我来跟他说。哎，哎，叔啊，我是那个王庆来，就庆侄的哥哥。我从乡下进城了，我爸妈嘱咐我，让我一定要过来带他们看看你。啊，是这样。那个我正在上班，不方便。要不改天。不是说我都来了好多天了，一直没来看您。那个我爸妈都催我好多遍了。那这样，你在那等我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让我等着。那你在这做个登记，到那边保安室等吧。在那儿吗？对。小王，哎，让他进去吧。哎，行，好嘞。哎。谁找我呀？哎呀，许处长啊，这位是说吧，说，你是王庆之的大哥。哎，对对对，雅尼跟我说过你们的事啊。你看我这整天工作忙。哎，我知道，说是这样的，把我一进城呢，我爸妈就特意嘱咐我，说这个我们家庆之啊，多亏您照顾，所以让我一定来看看你。我呢也是怕您忙，就一直没来打扰您。这不昨天又打电话骂我了，说。您别怪我啊！不，咱们不讲这客套啊。这个是给你的。那不行。哎，不是。我们有规定，不允许接受任何礼物。没不说，这个就是专门给你的，专门给你的。真的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拿着。哎呀，我也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你跟我这个没有用。你放在家里，放在家里。而且你呢，刚进城，你需要求的人。我不需要说，你送给他们。你要不要，你就太瞧不起我了。你要不要，你就瞧不起我们了啊？说，拿着。你跟我出来，来。喊他叔，对啊，就是他侄子呗，有这关系？我爸妈说呀，庆侄能找到雅妮，那是我们一家的福气。那不，咱先不说这个啊。那个，你今天来找我，恐怕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没啥事儿，这不就是来特意看看你，就是来看看你啊。说这个以后进城了，找不到麻烦是个啥？没事就好。那我抓紧回去上班了哈。哎，不要说。嗯，有一件小事。你看，什么小事啊？就是庆志跟您说过吧，就帮我安排工作的事情啊。什么工作啊？他没跟你说过吗？就是这样的，我那个现在不是村里待不下去了吗？那个想进城打工。但是现在找工作太难了，我呢又在城里就只认识你一个人，所以，你叫庆来，王庆来，庆来啊，
庆志一定也跟你介绍过我。啊，介绍过，当然介绍过了。他说您是处长，跟我们这个县长的官位那是一般大的。他是这么说的？啊。那他是不是也跟你说过，我同样也是从农村上来的？啊，介绍过，介绍过。他说是了不起，从农村出来呢，现在官位那么大，说您就是他的榜样。不说官的事儿啊，你可以想象啊，我也有三姑六舅八大爷一大堆亲戚，啊，我们家那规模不比你们家的小。嗯，就这么说吧，昨天我亲侄子啊，从老家来找我。人家是中专毕业，手里拿着文凭，竟然两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他希望我帮他安排，我直接就把他回了。亲侄子？对啊，我当年考大学也是举全家之力我才考上来的，那我大哥呢，替我在家操持整个的家啊，养父母养弟妹，那他儿子的事情我是不是最应该管啊？可是我心有，我力不足，尤其是现在你这个什么形势啊，是吧？现在反腐你也一定听说过了啊，那以权谋私那就是腐败的典型表现。别说我在那个机关里边手里没有什么权利，就算有我也不能用权力安排家属啊，那样我这个处长我还能当啊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提早退休回家呀？是吧？那个叔，那您这么说还能帮忙吗？我不是我不想帮，我实在是帮不上啊。那庆志也跟我说过，他考大学是你供养的，你为全家也出了大力了啊。庆芝是我未来的女婿，我先替她谢谢你。可是你今天托我这个事儿，我这个是吧？啊，其实啊，只要你能吃苦，工作也不是很难找，是吧？那个，哎，那个角上，那个楼角那有一个职业介绍所，你可以到那儿去试试啊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叔，我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谢谢叔。别，我没帮上忙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没，别这么说。这个不，这个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拿回去。行，那就不耽误说了，不耽误说。这个，那我说我就先走了。青来，这个。你这点钱你要拿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说这不行，刚进城这不行，这不能要，我怎么要您先说。哎，你真的拿着，我回去上班了，好吧？你看，哥，哥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去亚妮她爸爸的单位找她了呢？
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啊，金枝，你长大了吧？翅膀硬了，用不着你哥了，谁会用谎话骗你哥了？你不说我的事你拖过人家吗？你真的拖过了吗？金枝，我问你，你这个血怎么上出来的？你房子哪来的？你摸摸良心，没你哥你能有今天吗？哦，今天你长大了，住着大房子，坐在办公室里是吧？找了一个县太爷老丈人，你哥让人家从老家赶出来，瞅到你门上，你倒学会用谎话骗你哥了，你怎么把我直接赶出家门呢？哥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没办法你直说呀，你把我关在门外头不就完了吗？你何苦用谎话来骗我呢？哎，你让我求到门上去啊，让人家指着脸指着鼻子揍着我，都是亲戚，他还好意思用大道理来教育我。哎，你敢说他没有安排过他家里人吗？啊，到我这儿就装起正经来了。你说他拿你这个女婿当姑爷看过吗？他要真瞧不上你，你也别舔着脸去求人家。咱们王家虽然小门小姓，那也得要脸是不是？啊，真当我们这农村人啥都不懂？那组织部那不是管人的地方吗？那不是安排人的地方吗？哥，你要骂就骂我，您别这么说亚尼他爸。谁让你弟弟我没本事呢？哥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是，这件事上我没有拖他，我非但没有拖，当他爸知道你跟嫂子进城的时候，还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，我赶紧说不用。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你为啥呀？哥，是，我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哥，有个事情，我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。其实，我跟亚尼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妈就特别不喜欢我。刚开始的时候就以死相逼，但是他妈越相逼，亚尼越坚持。就这样的，我俩一直到了现在。不瞒您说，哥，我跟亚尼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有点自卑的感觉。您说比家庭，比不过；比社会地位，那是显而易见的。我在他家人面前，永久觉得矮人家一头。可您替我考虑考虑，咱们家的事情，我还怎么求他们家？那你不找他不就完了吗？你找了他又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你还要受委屈。你还要看你丈母娘的脸色过日子，何必呢？但是哥，我喜欢亚妮啊。亚妮对我好，她包容我，她爱护我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跟亚妮这样的女孩在一起。我有时候自己想，我宁愿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要跟亚妮在一起。连家都可以放弃吗？哥，这是两码事。哥，工作的事情我已经跟我同学都说过了，他们也都答应帮忙了。啊，来了！谁呀？真是的。
阿姨好。你来干嘛？亚妮出差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对了，阿姨，这个是我给您买的坚果。又不是过年过节，您送什么礼啊？我听别人说这个挺好吃的，营养价值还挺高，所以就给您和叔叔买了一箱。同志来了。哎，叔叔，快进来吧。哎，嗯，啊，是我约他的。你让他来干嘛呀？啊，有事吗？昨天啊，碰到他们主任，说是想帮着庆志调一下工作，这不我们爷俩商量一下。啊。哎，你不是要买菜吗？你赶快抓紧。对，我去了啊。叔叔，对不起。阿姨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哥不懂事儿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现在正是一个事儿啊，是不是你跟你们家人说的？我当的是县长。叔叔，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。那天亚妮也在的，我爸妈问我您是多大的官儿，我为了让他们更明白一些，我就说您是县处级。论级别和县委书记同级。对不起，叔叔，我爸妈不是很懂。我说嘛，怎么看也看不出你是那种孩子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哥会去单位找您。在他的眼里，他觉得县长是个非常大的官，什么事都能办。有些事情我跟他们也说不太清楚。对不起，叔叔。你一直没有当面找我，让我替你哥安排工作，这已经说明一切了。谢谢叔叔，你这么说。那他们两口子来投奔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要有顾虑，我想听你真实想法。我哥来投奔我，他在村里待不下去了。他们呢，在这边也找不到什么工作。我已经跟我同学说过了，他们跟我差不多，也都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可能这个工作的事情，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。但是我是这么想的，他们既然已经来了，我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去。庆志，你们办公室主任又夸你了，每次见着我都夸，还说向副市长也表扬你踏实能干。所以啊，现在是你的关键时刻，你别以为你走这条路风光无限，你最好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下，你脚下稍有不慎，一切就可以归零。你哥哥的事儿你也别发愁了，算了吧，你哥工作的事情还是我安排吧。叔叔，您不为难吗？托人办事怎么能不为难呢？可是我不为难，那你就得为难。好在我工作年头比你长，关系比你多，我一定得跟你哥说清楚，就凭他的条件在城里找工作一点优势都没有，能有工作已经很不错，不能再挑肥拣瘦。你放心，叔叔，我一定要跟他说的，谢谢您。也许是往日
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，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，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等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，别人说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